国的学校融合国小是位于茶乡中的小学。茶香纷纷飘到山林间，今年是茶艺的开始，也是结束。倒热水到茶壶，将茶汤里的茶叶倒入茶盒里，淡淡的茶香飘遍山区。把热水倒入茶海里，将茶海里的水分给茶杯。把茶杯里的水倒入水方里，喝，来清理茶壶里的茶渣吧。将水壶中的水倒入茶壶中，水壶轻轻摇一下，再倒入水方中，最后再以净离结束。